我是 SH48 Team S2 的教练陈思，欢迎来到总选发言的舞台。然后今天是来拉票的，对，因为教练的粉丝呢都趋向于学生，然后小朋友、小女生比较多，他们平常呢除了学习之外，还要抽空周六周天来剧场看演出，本来就已经很辛苦了，所以教练不多给你们压力啦，尽力就好，不要在微博上面跟我艾特说什么我要卖身卖血给你投票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，要不然我会打爆你们脑浆哦，这次是绝对没有跟你们开玩笑，对。总选嘛，就把它当做一个就是一群姐妹们玩的游戏，赢的那个人呢我们就祝福他，如果不幸落到哪里去的人呢，我们就多吃一点，然后多运动，争取明年再努力，对，希望大家还是就是尽力就好，不要太在乎，因为我会永远陪着你们的，然后双截棍是用来保护你们的，不要害怕，大家天天开心，然后不要太在乎这种事情啦，every day sunny day， 加油。